需出国，也能体验的各国风味。从日本的女儿节，到韩国的秋夕节，进一步认识各国的文化色彩。这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泡菜哎，好不辣。跟着我们的小朋友和导游一同探索小红点之大世界。星期六早上10点，八频道 Octo 时段。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时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